OK，我们看这里，老师的古诗，你是练田忌讲古诗。昨天已经做过了，我们练六笔吧，笔潘基王赠刘景文。赠刘景文。赠刘景文。赠刘景文，把来潘基王。我愿与你到江南悠悠，傲霜三尺，一鸟从天际起，正是橙黄橘绿，橘绿时。OK，好的。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个昨天已经抄过了，对吧？好，老师山行的记记啊，山行，说一下，什么上呀？丞相。啊哈。什么上呀？哎，爱念台里吗？后边应该是远上，对吧？咋这样嘛喏？远上，远上什么呀？远上寒山石径斜，石头的石，石径斜，白云深处，是吧？有人家，然后呢？上一句啊。这个是远上寒山。寒山里，老师，石径斜有多少撇呢？远上寒山，寒山石径斜，对了吗？白云深处有人家，然后做什么呀？停车坐爱枫林晚，停车坐爱枫林晚，然后呢？枫叶红比二月花，对呀，就这些。霜叶红于二月花，这还有编排进没？远上寒山。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霜叶红于二月花。哎，霜叶红于二月花。老师，等一下要好了。OK， 好，只剩下回答问题。老师的回答问题里边讲到嘞，看一下。第一，读一下吧，紫丁香。紫丁香。张老师消除什么？啊，紫丁香帮老师消除什么？紫丁香帮老师消除疲倦。OK， 紫丁香帮老师消除一天的疲倦。是吧？好，编排记榜，紫丁香。紫丁香帮老师消除一天的疲倦。好，第二。
闹钟响的时候，圆圆想了什么？闹钟响的时候，圆圆想了什么？圆圆想了什么呢？圆圆想了，圆圆想了，圆圆想了，再一个一条线，用一根针不会去吗？对。闹钟响的时候，闹钟你了解吗？圆圆响，再睡一分钟吧。这么你老太比如说，一来吧，我没的，就一分钟。这么你来吧，没的，不会迟到的。那我们加吧，五的。好，第三。什么的小朋友得不到。粗心的小朋友得不到知识。好，下一个。谁画出了春天的图画？你好的人们画出春天的图画。谁画出了秋天的图画？谁画出了秋天的图画呢？明老的人们画出了秋天的图画。勤劳的人们画出了秋天的图画。好的，下一个。小鸟说天多大呀。小鸟说天无边无际大得很。 OK， 老师让送一批丽丽几位手机架啊，丽丽几位送麦跟老师读。丁香啊，紫丁香帮老师消除一天的疲倦。闹钟响的时候，圆圆想再睡一分钟吧，就一分钟，不会迟到的。粗心的小朋友得不到知识。勤劳的人们画出了秋天的图画。小鸟说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好的，可以了。你先给二级嘛，所以读完三章的表没，表比比所以老师说阿妈阿妈了阿妹，这个很简单对吧？第你先给一级嘛，弄完了呗呢？那么一级嘛，噶读完，这龙的表啦，比阿妈阿妈，那书记阿家句子我家的表没，有十题。比比所以阿妈表的哈里里个。阿伯妈变鱼不要没可以呢好阿里安那么那么快没可以呢比比所以老师说的嘛怕比如拿糖 ABC 鱼不要没这个没问题对吧可以好比比所以下巴一个阿变蓝里表没阿屁鱼不要麻呗这个也可以
好，下一个老师的阅读完的啥？比如读读楼梯机啊，阿妈拍，比如阿爸妈帮你多下没？三十六，读一下吧。不寒一舌寒，没人能忍水闻我悠悠。OK， 他说不好意思 ，sorry 吧嘞，我还没学会游泳呢，就拿嘞你们姑娘的吧 ，OK， 好，再帮你嘞，一，对了对了，好，下一个三十七。太好了，我一起太好了，男朋友要和我一起去游泳了。太好了，是对讲哪位的 boyfriend 啊的，俺那都是越古多美的的。好了，是的哈，你都演表了是吧？哎，好，下一个三十八。外面的雪，我们要现在我们下雪，我们去外面。外面的雪真大，我们出去玩吧。外面的雪，冰啊冰啊的真大，严格几把的。我们出去玩吧，有多比罗索呀好呢。外面的雪真大，我们出去玩吧。比比，来说对了。好，下一个三十九。会不要看报纸了，开始工作吧。我没听懂，你说什么？你把表念来，对不起，我没听懂。可以吧？这弄那么累了。好，背下来嘞。C OK， 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吧。你们的作业是回答问题来了，没工资靠编故没？啊，皮东家也没？啊，皮本那家也没嘞？东家。好的，可以了，大家再见。老师再见，明天见。好，再见。嗯。